大叔，我能上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道听好，船上不好走。好，谢谢大叔。姑娘，你是哪来？啊，我是从上海来的。啊，上海是座大城市。前些年，我陪孩子他妈看病去过一趟。哎，大叔，哎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好漂亮啊！这我们学名说不好，这我们这叫老虎鱼。哦，老虎鱼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去跟你老婆解释吧。哎，好好玩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喂鱼吗？可以的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你给我点鱼食吧。上海好吗？好啊，你有没有去过啊？那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这里的海漂亮。我讨厌城市里的味道，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。好舒服啊。哎，你的项链挺好看的。哦，我在那边捡的。你喜欢就送给你吧。真的，谢谢。下雨了，快出来帮忙！
昨天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就回去了。怎么？今天就走吗？哎，这个鱼有没有名字啊？那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。叫什么呢？叫 Money。 哎，就叫 Money 吧。就叫你 Money。 哎，你为什么在它面前放面镜子？鱼是很害怕孤单的，它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，他就不会孤单了，是吗？他好可怜啊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把他放回大海去，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。给。送给你了。哎！Thank you.